这冰箱的放满了，还剩着塞陪陪药，这往哪放？这给你存点口粮吧，叫你还上头嘞。口里上头嘞，这冰箱放满了，塞这塞筐，你说再往哪放？看人家邻居家里谁那冰箱有地方了，先放人家家里。先放人家家里，我离个你隔几天那个大地那点塞地那点吧，人家送的吧。留着再吃吧。放满满了，再能吃的真多，在冰箱买了还剩了再放嘛。先都尝尝吧，行吗？行了。跟弟弟送点儿，跟三弟也送点儿。你看是你看一家上哪家呀？尝尝。哦，家哪家呀？尝尝吃着吧。没事，这几天了，叫我去给你买个大冰柜的。哦，你不是没地方放？叫我去买，叫给老头提，叫我去买一个吧，不想给你买的，光放一天。谁天不让一个家里？我给他买个冰，买个大冰柜的，你说？呀，去吧，去给你弟弟送点吧。行。家送到家尝尝。你把这个，我先装一兜一兜，先放人家邻居家里。要不开坏了，开是开坏了。嗯，这又是肉的，又是。少装就少装这吧。嗯。你放冰冰冰箱，不放冰箱那不得行，得塞筐，没错的。嗯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丽，昨天蒸了六个包。然后俺妈说愿意让俺姐们都尝尝，现在去给俺大姐送着嘞。月，冰箱啊，给俺姐捡个包干啥去？我俺去家面，你在这吃面吧。俺吃饭嘞。回来了，给点点一个。叫你尝尝。尝尝，尝尝，爹，那爹没劲，你尝尝。白了，爹这月还有白的药，没白的。今天有白的药，那小冰棒都得一比药，一比药也能啥？尝尝，尝尝，这蒸啥馅儿的？这是肉的，全是肉的。给你拿俩这个素的，你一会儿你尝尝，你先吃这个肉的吧。俺那啥鸭面接他了，你尝尝。我盖地了还是？那真是好吃，尝尝好吃。鸭子顶肉有感觉。对，这位啊，可以的。这位蒸这个是最好吃的一位，就是白开点点肉。嗯，嗯，还是纯鲜，纯鲜出来的。别不，你尝尝，你说是谁？就是好吃。你感觉是谁挑选？我看见不是你家人了。为啥？你蒸那饭不咋样。不是俺蒸，是你蒸的。不香。不够香，这回蒸的还是不灵。这回蒸的不灵。成白还是？嗯，又白又香。这是白娘挑的心儿。啥？我说。咱娘挑心儿，那是人家奶奶蒸的比咱娘蒸的可不是好了。嗯，就是那不是人家都白。他不是蒸黄的，都是蒸那个啥的。我这些都是白。你怎么白一串说的？伢看着吃有那个便宜点，伢看着好吃。我说这个好吃。嗯。嗯，这个就是好吃。买啥一张？你爹子没法带个啥一张。你看，我吃饭就是好吃，现在挺好，一身肉啊。嗯，一身肉。不是，那没整点给吃饭呀？你我这爹这个干啥呀？蒸了好多嘞，都好多，俺吃俺不能那啥嘛，俺不能蒸嘛。俺不是叫叫你尝尝，这没拿没接这都。喂，拿这爹这么说得一逼啊！我这回。就是你家新一新一个月一年，你往城里拿点黑药得城快开销的，你敢拿这个大？不行，没事有，家里有。吃碗面吧。不，我吃饭了。你吃呀？我天天在家都吃饱。我就是啥？啊，再吃一个。还吃一个？嗯。那啥，有那该凉了，吃点热的。是，有热。嗯，有了稍微凉点了。嗯。早点送是不吃面了。我蒸的那个煎不大不甜啊，嗯，这可比别家没那好吃，那个包是呗。他把你看的这才是蒸的，嗯，主要是咱娘这手艺好。对，咱吃俩包，老李，咱你给拿俩包，俺一吃香的，这不知道摸了东南西北的。确实是，嗯，咱也吃也香。我吃个包又吃不了这面了，给你挑点吧。包馍还。
俺弟夫主要是还是心疼你是呗？嗯。我没吃哈。没吃。在这没吃，给你把这鸡蛋块儿咱一吃。再俩人还是这个俺俩的，谁不嫌谁嘴巴，说你是呗？放麻烦了，你吃个饭，连个怎么说到啥时候了？不知道。给鸡蛋。嗯，嫌你嘴巴。吃西红柿吧。看看别，看你多听别不。西红柿好吃。别不。看看别看你多听。西红柿吃完你带去，啥也吃的这一车，加来加去，加来加去。你就是你吃点面吧，挺好吃的。不不，俺吃饭了，不跟你吃吧。哎呀，你，哈哈，你上不来劲儿呀，咱长出来一口气。送那包就是不来，送的太多。你买了吃，还想吃一个？不是不吃，给我送太多，你少送点。就是。那哎呀，那个啥了，你蒸个二二的，你给我给吃吧。对了，还能蒸嘞。拿的太多，拿多少？不多。就是太多，少拿俩叫尝尝。就是。我还说给你拿不多。还不多嘞，都拿的。你能蒸多少？就是你给这个俩，给那个俩。真是得大的。嗯。那真的，那个比较大，么似的。你给这个拿俩，给那个拿俩，你分分磨来整一整。有，再加上人多不担心。就是咱后头说，辣多肉少。嗯，对，辣多肉少。嗯，这不担心。你去吃吃，哎，你大娘摘一条梨，你吃梨的吧？不不不，那双着梨都老来了。俺那双也是每天一天老一块来，一个好的梨么？俺那一块来还多嘞，每天给有那小吃一小吃，那俺家那牛吃，买了都上叫猪吃。我这不我十来百来还有老的，嗯，一会儿把十倒给猪。嗯，不担心，你赶紧吃吧。你有还有人吗？嗯，都了。嗯，是呗。嗯，你该吃了吧？不吃、啊，吃那个吃一碗面，到这儿是不吃面了。啥面了？快去把面吃了。你上午了，那个日吃。上午了，他吃吧。